七夕配对抛绣球，结良缘后当志工。怎么那么热闹嘛？原来是八名女生和二十名男生昨天来到花莲县吉安乡圣安宫找月老啦，希望在今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Mr. 或 Miss Right。 经过一阵厮杀后，将将将将，优胜者诞生啦。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哎，配对成功的，怎么那么害羞啊？小手也不牵一下。你看看我们的朱伟和他老婆牵得多甜蜜啊。我们每一年在开始吗？去年我们配对成功，就是最佳的代言人。哇哦，他们看起来真的好甜蜜啊。大家觉得我们很有夫妻脸，对啊。因为一开始面具都戴着嘛，然后就是一样进去自动选手拿下来，他说我们两个好像。动新闻，祝你们早生贵子，耶，报道。